边将军唤完回京了，这人还在路上，就差人将一箱箱的补品送来。殷将军这些年还是记挂你。将军听闻景王遇刺，连夜赶回召京，一路上连口水都没来得及喝上，会和此刻不去景王府探望？禀将军，是太子殿下送来的，恭贺将军回京。本将无需亲自探望，他若想回礼，会亲自登门。 听闻殷将军得了一南阳宝物，赤狐子，听此物解千愁，忘百忧。这就是你来将军府的目的。老规矩，赢了便是你的。参见主人，所有墨脉死士集结完毕。墨脉。 擅长主人，金羽文化阁，一个活口都不能留。找到了，是狄子找到了，仇人找到，暗娼主人。 你在文华阁都看到了什么？我看见了你，梅林参见主人。